在高兴什么啊？捡到一百块，什么意思？元大证券为富进化论，使用开户通 APP 新开立元大证券户，就可以达到100元全站抵券，捡到100块，超爽的！我要加入。准备好双证件、银行存折，下载开户通 APP， 开户只要5分钟，一起来拿你的100块。看一下，啊，这空降部队，散兵的家，我跟你讲，好像不对，这个案子你要早点跟我讲，最少半年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把身材练一下，我现在不行，我至少整个瘦起来，然后6块腹肌，你让我稍微训练一下。而且我跟你讲，你这样给我太大的压力。Kid 他刚退伍，他身材屌到爆炸，我不可能说今天对不对？我这样一比，我怎么弄嘛？不能永远都你是最屌的。刚退伍的一定是很好，偶尔也要给别人屌。不可能，他退伍最起码8块腹肌，在军中超成什么样子？你不要以为替代役怎么样，替代役很超的嘞。我们欢迎林柏森。俊杰，你这样不行。你应该就是在我1年前的时候把这个案子拿进来嘛？讲什么东西？我在替代这期间，讲什么东西？我又胖了5公斤。我并没有说要推迟今天这样的神圣的工作。我今天我推迟，你不要推迟，我推迟。我刚退伍就要再入伍，这样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吧？你至少找个妹子来给我慰绕一下，绕军一下。这一年都没有绕军，是不是？对，我们欢迎绕军团。恭喜恭喜！哇哇哇！空气空气围绕，今天我就不客气啦。干什么？我没忘记那个礼貌的空间，好不好？好不好？那个礼貌空间依然存在。要注意嘛，不能这样很这样不行嘛。我跟你讲，你跟 Kid 呢，今天来接受金石的伞兵训练就算了。怎么会有泱泱？为什么我也要？等一下，泱泱踏进去那个白色的铁门，你有看到吗？整个军营会震荡，整个军营就呜！我跟你讲，你这就不了解，我们伞兵部队里面的女士官是相当厉害的，而且泱泱当时跟我讲说，她很想成为一名女士官，以她的年纪、她的身高、她的体重、她的身材，很适合。你说，好，很适合当伞兵。谁告诉你这些资讯？这些资讯。是我在网上查的，你网络上查的，网络上都有查。拜托，杨洋空格身材，不是你是臭人。不，你听我讲，现在我们的国军在征才的时候都是透明化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全部在网络上通通可以找得到啊，对不对？像两位的年纪最适合从军了，我是没办法，我很想去啊，我年纪到了，你去啊，我可以吗？可以。我总不能说我现在入伍，我马上就少将任用，这样不好嘛？我跟你讲，可以，这样不行啊！我55岁，让你签志愿役，我们直接开记者会，史上最高龄志愿役，直接签，是这样吗？对，签下去了啦，签下去了。直接在军中光荣退伍，军公墓那时候会有一个台最大的，很屌的，最屌的，最屌的。好，没事，好不好？好，那你们听我讲，你们三位呢？就进去录吧。你行不行嘛？我跟你讲，我是真的不行，还是不能对不对？不行，我毛，香港人。军事重地，对，国防重地，非本国籍者，你知道进去会怎么样吗？怎么样？你们看那边有一个白色的线吗？我只要踏进去那个白色的线，狙击枪就来了，就会这样。哇哇！然后我再一步要跨过，小心！不要走！危险！危险！快！危险！危险！不是，我跟你讲是真的，我们的国防机密很重要的，不能够随便让外人进去。我跟你讲真的，其实你现在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三个进去抄得跟龟孙一样，然后你就现在去吃香的喝辣的。你讲什么话？我跟你讲，身为木曜的制作人，一个系列130几集，我哪一集有缺席过？先等一下，我会因为等一下可以回去吹冷气睡觉而高兴吗？不可能嘛！我怎么可能呢？怎么抄怎么来啦？来啦！不再怕啦！冲了！闪兵没在怕啦！我跟你讲，走啦！走啊！直接入伍了！来啦！来啦！敢不敢啊？敢不敢啊？来。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最想要录的就是这个，我最想要录的就是伞兵。我从小就看着那种伞兵很帅，从天空中这样翱翔，然后作战那种精锐的样子。我今天没有办法进去录，真的是遗憾。我浑身的力量想要参与这个仪式，你看到没？没有一个人回头来问我，就这样走。我就不相信没有制作人节目录了出来。
think I'll try this a new way. I'm gonna show you the tricks that I know. I'm getting tired of talking, and I need more of a show right now. 西，哼，小西不会啊？啊？不会。小西都不会啊？我小学毕业啊。太久了。原来是女生，我就啊？是。莫名其妙。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荣誉。没错，中华民国陆军。谢长官。林伯森啊，很好。谢长官。中华民国陆军吴央麟。不要闹了，还没我就要先制止你了。还没吗？还没就要先制止你。可以殴打长官吗？不好意思，对不起。莫名其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今天我们是到空特部接受我们一天的散训。是。抬头挺胸，胸部挺出来。是。你不用，这样就可以了。今天要隆重的欢迎我们的指挥官，欢迎我们的匡指挥官。周浩，周浩，台哥你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报告指挥官，是，今天我们是要来接受一下平常伞兵的一些训练。总体来讲，应该叫特战兵。特战兵，是的，所以有进入特战部队的弟兄姐妹啊，第一站都是来我们屏东大武营。来接受眼前的这五站散训的训练，严格的训练是，应该也会有所谓的淘汰率，有，大概我们最后能够成为一名散兵的几率是多少？因为各级长官政策，我们今年全部都是全自愿役，是，那因为我们特战部队的专长是比较长留久用，也比较属于高风险，嗯，我们第一次的淘汰将近是。只有3%-5%的弟兄还有姐妹会合格，听到没有？听到没有？3%-5%，最后可能就留我们三个。我跟你说，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荣誉，我们就是那3%。开玩笑，我们今天如果说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的艺人留在这边接受散训，最后变成一名散兵的话，我们还来干什么？丢脸呐！丢人！丢人啊！我跟你讲，今天你只要没有过，你就签20年志愿役了，敢不敢？不敢呐，不敢呐、啊啊！我是不能，你是不是不敢？对，因为你有可能签一半，不是一半，就我大概1/3，3/3我就去了。对，好，不要再闹了，国家会评估的，好不好？对不起，抱歉，也就是说我们会去耳闹，太闹。真想请问一下指挥官，像我们平常这样受训的话，这个散训大概是为期多长？大概为期总共以时数来算的话。地面训是75节课，空调是35节课，总共是105节课。哇，那约莫是2个礼拜，两个礼拜完成105节课的训练，两个礼拜就完成了。是的，是的。你这就是说两个礼拜我就可以从空中跳下来了。是的，这个好像太快了，会不会快了一点？所以我还以为要训练个3-5年之类的。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前面的弟兄，他们每天都是不断的、一直反复、反复的训练。是。现在我们请我们伞教组，号称地狱士官长的潘士官长，还有最美丽的李教官，是来带各位开始伞训的一天。是。好，谢主官，谢主官，谢谢各位。嘿，士官长好，坐好，教官好，坐好。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空降训练中心这个散训场的部分。是，今日就由我跟李廷宪教官两个负责你各位的六大科目的教学及验收。是，我想请问一下司班长，是，请说。听说您现在是目前我们国内跳伞纪录的保持人。不要说纪录，告诉我们大概您跳过几次？啊，目前的话，截至目前的话，大概已经跳了大概1325次。1000多次，哎！想请问教官，这样您会不会现在不跳没有办法吃饭，然后就很难过这样？难过不至于，是很落寞，一天就觉得没动力。跳伞就是我的动力，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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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还有像这位女教官，女教官好，您跳过几次伞？129次。哇，女生跳129次，你好不好意思？你丢不丢脸？丢脸，真的是我一次都没跳过。真的是，我跟你讲，你现在就去给我跳个200次，开玩笑，一天跳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害怕过？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跳高伞就怕，就会怕，怎么克服的？一直跳就不怕了吗？听到没有？一直跳嘛，怕什么东西嘛？是，不要怕，是学长，不要怕，知道吗？是。那报教官，那今天就开始我们一天的训练。是，麻烦两位教官。不会，不会，不会，进。走吧，好，好，我们现在开始训练。Check it out， 陈百江，你现在是不是在喝珍珠奶茶？他是在吃汕头火锅。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啊，没用。
好，司班长，是可以请您这个莫名其妙不是你突然转过来，我觉得好亏哦。你不亏，你自己看看你有多亏啊！莫名其妙，go！请司班长教导一下我们这一关是。这一站为我们的基本伞训六大站的第一站，叫做跳台侧骨训练。是，主要的目的是在训练我们伞兵四个方向六个动作，以奠定他空中跳伞着陆的安全。那此站呢，我们就由钟浩敏士官长为各位做这个讲解上课的部分。好，坐好，去。那待会我们就先做个热身运动，是，好，那把你的肌肉拉开，是，好，那现在该跟我做一下，是，好，首先手脚、手腕脚的这个关节活动。哦、这没办法，这没办法，没办法脚踝哎。这伞鞋因为要保护我们的脚踝，就是会比一般的帆布皮鞋或者是现在的麂皮皮鞋还要硬一点。是。接下来要教各位一个基本动作，我们脚因为是第一个着陆点，必须要将我们双脚掌夹紧并拢。就是胯骨向前转，转身，跳，配合，完成滚翻，起立，向我你，没有问题，好，换你们了，好，台哥是有问题，台哥，台哥是听不懂，是太小声，不是我听得懂教官讲的，但是我现在在想，中午我要吃什么，不是这样子，不要闹，我现在在想，我到底是怎么转过去的，给林柏森同学先示范一下啊，没有问题。报教官，如果是真正的一般的学员进来在跳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把他吊到脑部都挂了？是不敢这样吊，没有啊，对，没有。可是我们看军教片都是一直吊哎，没有，我们就是干嘛、啊？老人动不了是不是啊？啊！在模拟。那通常这个时候班长怎么办？又有时间的压迫，是大概是什么样的语气？可不可以示范一下？你听听看，可以。你。到底要不要夹几次啊？夹都夹不紧。你看，教官对我多好。哎，马塞劳，真的。我跟你讲，如果连教官这样的语气你都受不了，对，你怎么样当一个这个国军的伞兵？对不对？可能的嘛。我们训练就是要严格嘛。没错。好，看来经过了这个我们的士官长的魔鬼式的教育，相信呢、啊、这个动作上一定有很大的成就。是，那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一个评测的结果，决定你各位能不能上飞机，有没有信心？有，完全听不出来，到底有没有信心呢？有好的，好，待会拿到我们的检测卡，到我们的各检测站的教官做检测，上面有你的号码。报告教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台哥忘记了。对，没有。我是远视眼，好，看得见。唱到敏的打右，东东腰，抬举，跟。你的，请坐。跟，放心。中午两，林博生有。好。谢官。喂，中午三，武央林有。谢谢教官。如果你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实施啊检测。不要去问教官结果是什么，懂吗？懂。不要去问哦。是。好，没问题，请。看谁要先。001啊。看零零一要怎么办？跳！零。那你就放。是。其实我刚提醒的这个要点。OK， 跳。好。起。好，努力。接几关。零零二，林柏森，好，真诚，好，跳，
签了，签了。我需要姓名。003吴央林。好，登台。是。好，起。对。谢谢教官。各位，这一站评鉴完之后啊，算是还可以，但是我不能跟你们讲你们过关或不过关，只是跟你们讲说要持续加油。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人过吗？是有人过。那报告长，请问有人过吗？有人不过。什么意思？这么明显吗？有这么明显吗？我们不知道，不一定哦，不一定。好，报长官，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对，谢谢教官。不，谢谢你们。中号，中号，这一个站是第一声训练啊，主要的目的是在西昌练习的八个口令、九个动作及两个的专控处置。是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仅以左进门的挡门跳出动作为一个重点。是是，好，那没有问题的话，这一站我们由我们的上尉教官邓杰。教官好，教官好，我是这站机身训练的教官。那在实际操作之前，我先教各位地面操的部分。是，那我们请另外一个教官先示范一次。左机门挡门，预备。一二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停。好，以上为我们地面操，那接下来就是轮到各位操作了。机身器材里面做一次动作，办，起，挂钩，闭锁，插保险，调整引障带，检查障带，检查装备，钢盔、下带、胸带、腿带、引障带，检查报告，收好，报好。好，向前滑行，三，一二，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跳，二，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跳，一二，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大概就是这样子。哇，大概就是这样子。哇，看起来好帅，对，他们这样都很帅，真的帅了，我的妈呀！好，那在跳伞期间呢，我们可能会发生两种状况，一个是紧急迫降，一个是紧急跳出。那我们会用响铃的方式来告知跳伞员应该要做什么事。三短身就是紧急跳出，六短身就是紧急迫降。那我们先看教官示范一次。三短身这时候就直接代表预备了，起立，挂钩。因为是紧急跳出，所以那些口令都不用喊了。所有人都没有人是挡门，都是抱步闪，向前滑行。然后一长声代表跳的口令。一二，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我现在心脏越跳越快，我突然可以想象那个很紧急的状况，真的是厉害。在他示范迫降，迫降。一迫降之后，人员直接冲后舱板，直接冲出去，冲越远越好。好，往机头方向倒。不管是水面什么都是一样的意思就对了。基本上是以陆地为主。对，陆地为主。然后能跑多远就尽量跑多远。来来来，
检查装备。头盔，下颚盔，下颚带，中盔带，胸带，胸带，胸带。检查报告，三号房好，三号好，有。这只手往前，有。好，我们再试一次。检查报告，三号好，三号好，有。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测验。是，那就请各位同学往下一关移动。好，谢谢问，谢问。有，应该没看到。好，下一关，下一关喽。Let's go. Yes. 收了。小哥，是，斌哥，刚刚。还好吗？哦，很好啊，很好吗？对啊，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请教教官，因为我是这只右脚啊，前十字韧带曾经开过刀，是可以解掉，那不行。基本上，如果你有做这个所谓的术后，术后啊，有完成吗？完成了，完成了吗？完成了，那就没问题，没问题吗？没问题。哦，还有，上次我在运动会的时候，右后大腿有拉伤，这样子我还可以跳吗？拉伤会好的，可以跳。拉伤会好吗？相信我们的教官，绝对可以把你训练成最合格的生命。我是不相信我，我没有不相信我，我是不相信我自己。不是不是，相信自己吗？真的吗？真的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啦，海哥，你可以啦，可以的。好，那我们现在完全听从教官的指示。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士官长张正雄为各位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讲解及操作。张教官好，张教官好，中号。为什么教官一个比一个帅？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后面都是腰腿。真的吗？为什么？我想请教教官，像以你这么帅，跳了几次伞？652。也652。我这边都摆起，随便都乱跳就跳652。这边教官都是最起码都是200以上。真的是帅气啊，好不好？真的真的。好，教官，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算是着装完毕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先介绍我们伞这个套带，套带是跟我们跳伞使用的套是一样的，所以说训练过程当中是要让我们学员能够习惯套带穿着之后的感觉。是，待会我会请我们的教官做个示范。是，对，那我们先看示范。好，看示范吗？谢教官，请教官。这是我的才跟王琴。举走，抬腿。举走，抬腿。报告。
好，你身体就保持重心，就跟我们跳跳伞这回是一样的。手抓了双带，小腹前挺，膝盖微弯，脚掌往内夹紧，眼睛向前平视。准备走路，跌到地平地走。应该没有傻眼吧？可以的。可以哈。我们从002动动两，动动三，动动腰。可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加油一下。有这种。对，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OK， 好，我可以直接上来。动动了窝头。非常好，姿势非常正确，双手上举。对对对对对，好。好强哦！没有，我不要等幺幺了，直接签，我直接上了。哇，还真厉害！这么直接。哎哎哎，新娘新娘。这样子。加油！哎，我现在心跳很快，这是正常的吗？正常，正常，正常，都正常吗？哎，不行不行，哎，先等一下。还没好，哥，同学正在电视机前面看着你啊！你都把我剪掉就好了。他准备走路啊，进去，膝盖滚开了，准备走路，还不会很帅，慢。凯哥，你被勒死了！凯哥，你被闪勒死了！你太紧张，你太紧张了。哦，什么感觉，大哥？哎，一定要讲一下，你现在是心跳很快，我听听看。哦，原来是会被听心跳。我被听心跳，休息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好，觉得加油啊！脚微屈，只有脚微屈。哎，好像还不错哎，好像还不错哎，小心小心小心。好好好。你们两位运动比还是好很多。是。好，怎么可以直接这样讲？至少还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报告教官，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国军精实的地方。对，没有什么为了节目什么说一些场面话。对，淘汰就是淘汰。想做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说呢？我直接卡掉，我们再展示。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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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的，可以了。OK， 直接评测。切掉，切掉。对，保安人，动动腰，四号台，吼。还很好哦，举手，还没还没，下台，前俯右边着陆，背，举手，开门，跳，放轻松，海哥放轻松，后滚，背着地，背着地，对，好帅，海哥很帅，你很棒，来，海哥我们出来，我先到第三站的时候，顺便跟大家说个再见了，加油加油。确保完成。动动三，四号台，好。上台，前腿右边着陆背，跳。你也出来啊！哎，去走台队吧。来不及了，好好淘汰淘汰。好，传动机计划所以成果要通过，准备好。我完全忘记要念去走台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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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欢迎。厉害动动两四号台，好。四号台，前俯右边着陆背，跳。屈肘抬腿，跳。哇！帅！这次教官没有提醒我这样放，我有点措手不及。这次是有比较有点难度。评测结束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结束这一趴了，要不要请示教官一下？请示教官，
今天的评测成绩我就暂时不公布了，大家心知肚明啊。海哥，海哥，报告教官，想请问一下，这个评测是不是有人没过，也有人过呢？对，没错。首先不要，首先不要，我们一起好好加油。喂喂，太久了。不是，有个可能是我们过，也有可能。这次不好说，这次很难讲。谢教官，教官。OK， 我们到下一站，去了。又来了，是，高教官，请问这一站是学习什么？这一站叫做跳架训练，主要目的就是人员在跳离进门之后，是适当的操作你的伞具，选择良好的地形，以及避免空中所谓的无谓的缠绕，这是我们的训练的一个目的。那这一站的话，我们就请我们的吴忠佑士官长看一下哦。士官长，大家好，走，一样帅气。你为什么每一个都这么帅气？可能你跳过几次伞？650，你这随便都破百，随便都破百啊，都是六。现在请教官教导我们这一站要做些什么。好，没问题。那这一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从你跳出飞机一直到着陆的时候，是适当操纵你的伞具，选择良好的着陆点，啊，避免跟你同一波次的人员去互相碰撞，造成危险。是。这是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伞。注意四周，准备着陆。只要是右边，右手就在上；左边，左手就在上。小心注意向右前方滑行。向右前方滑行。好，滑不过去，再拉一把。好，滑过去了。一样做。准备着陆。着陆动作，以上。感觉他腹肌会炸裂。对啊，他刚刚这样子前前后后教官讲多久，他就撑多久。我觉得这位教官，他示范他面无表情，相当的屌。没错，我们现在越讲，他就是越吃力，越苦。倒不如再继续讲个20分钟。哎，我你信不信他下来先点你？绝对相信，让他休息一下吧。谢教官，教官，谢谢教官，谢教官。我跟你讲，你这里面你是最天资聪颖。上，是，帮我们示范。Peter 是不是很用核心，对不对？绳子在做，皮有弄到吗？皮没有，皮没有。来，出去。哎，他刚说可以了吗？可以。好，我们一样先分开来做。好，请就位。一四周。不滑行了。哎，哥，那你要去哪里？我自己这样降落就好了。好，伞兵注意向右前方滑行。右前方。向右前方滑行。伞兵护送。中奖了。哦，再做了。OK 了吗？海哥，可以了，我可以射了。OK。海哥，这边请哦。我昨天看到救护车在那边，我想过去一下，我想去捐个血，你看怎么样？要跟教官报告一下。怎么了？没有。教官，来评测了。准备评测，我也需要报病号。哦，教官，平常请问有学员会报那个病号的吗？你说呢？绝对没有嘛，我知道。来，走，评测。海哥，我们准备要评测。那我们现在，我跟洋洋不喊，我们来复习一次。等一下就很容易通过这次的评测。然后来喽，等一下准备了哈。试试。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开始。检查。伞。检查伞。检查伞。注意四周。准备着陆 ，OK， 好，他就说要复习嘛 ，OK， 来，这是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伞，准
背着陆，不是，陆意识中，用 Plan B， Plan B， Plan B， 我们已经想 Plan B 了。我们等下跟泱泱两个大声一点，去盖过他，他就知道。Okay, 我们猜一下，先试一个，先不要试一个，先不要试，先试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先不要猜一下。我今天沦落到，可以先猜一下。我看观众都不会发现。四、一秒钟、六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接着三、住、一、四、走，准备走路。这样是不是很难？有对到吗？有没有对到？有吗？没有。他嘴巴慢了，慢了你们一拍。那我们就开始评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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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口令，四十。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检查，三，入，一，四，走，准备，走路，走路。好，你勉强可以。好，现在做滑行的动作，我们一样以刚刚练习的方向。好，伞兵注意，向右前方滑行。向右前方滑行。哎，应该投不对了。爸爸教官快不行了，不行，好，爬过去了。准备着陆，着陆。好，以上那分数我就不公布。谢教官，谢教官。有不合格的，也是有。不说是谁的哈。刚刚教官在说不合格的时候，那个眼神。他好像可以对到，他好像可以对到哦，他是这个，因为他对到说，他发觉每一次个教官讲到不合格，对，你每次问他说有不合格的吗？也有不合格的，他都会看到。不能说为了做节目效果这样，哎，没有哦，其实观众都知道不合格的他会给谁，他们也有自己的一道一把尺。我同学看到这边已经把电视关起来了，真是丢人。马上进行下一个测验，好，剩两项，剩两项 ，OK， 请问，请问，对 ，OK 了，先给他 ，Go。今天的工商时间，各位观众，各位游戏玩家，你们好。针对不同的游戏类型，我们需要的荧幕也不同。哪个品牌可以一次满足我们的需求呢？很简单，答案就是。微星电竞荧幕，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像这种玩家，他玩游戏需要的就是超广的视角，因为这样他才可以轻松掌握全局。微星提供各种尺寸的曲面与平面电竞显示器，需搭配薄型边框，无缝连接多个荧幕，我的天，实在是太赞了。但是我告诉你哦，还有别的玩家。所以我现在带你看一看，也有人呢是这样子的，依照游戏与玩家的需求不同，当然啦，追求的感觉也不同。比如说像《刀剑神域》那样，喜欢那种亲身体验的玩家，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临其境。像这一个玩家，他追求的是沉浸感，所以他需要的就是优先考量影像品质的环境。Ultra Wide QHD 超宽曲面萤幕提供的完美影像与沉浸感，满足最深的视觉渴望。3440×1440的解析度，加上 Gaming OSD 提供高达12种分割画面配置，轻松，轻松。管理多重视窗，为确保舒畅的游戏体验与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微星电竞萤幕的曲面范围为1820，即使长时间游戏也能维持眼睛舒适感。Of course， 还有第三种玩家，他们追求什么呢？他们追求是毫秒间的胜负，每一场战斗都非常的重要。不敢说一定要成为电竞选手，但是，刚好有一杯咖啡，喝一口好。口有点渴。但赌上自己的荣耀去跟人家比拼搏杀是在所难免的。像这样子的玩家，我们有什么需求呢？他就是狂热的电竞玩家，看看他，他需要的是高刷新率的显示器，成为他最佳的征战配备。微星电竞萤幕拥有240赫兹的刷新率，
以及一毫秒的反应时间，减少延迟，并拥有流畅的视觉效果。您在战场上可以更快速的瞄准目标，精准杀敌，无往不利。斯巴达系太精彩了！拍什么手？不要再拍了啊！难道我不会吗？我现在变高级龙套吗？啊啊！借我一下。啊！这么短的台词我背不起来吗？啊！要这样讲是不是？背不起来吗？啊！背得起来，我背得起来吗？要这样，你听我说，来，对电竞很了解是不是？来，你说什么是 HDR？HDR 就是 H D and R。你说什么是 HDR？HDR HD 啊？什么？什么是？什么是一毫秒？毫秒什么东西？一毫秒就是。很好。什么叫刷新率？刷新就刷嘛，刷过刷一波。什么叫高对比？高对比就是很高的一种对比。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想要入工商？感谢维新电竞屏幕提供给玩家这么优良的硬体配备，这么多的选择，也感谢维新让木曜多活好几天。报教官，没事。那接下来我们要受什么样的训练？好，现在这个为我们的第五站叫做缩闪训练。那目的主要是让伞兵落地之后，因不同的地形，是做不同的缩闪方式。是。那如果各位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帅哥上士，教官李修仪为各位上这门课程。好。为什么都是教官？太帅了吧！不行，这不行，怎么可能？这伞兵每个都是精挑细选的。请问一下，司官长，像您的话是跳过几次？目前跳312次，也312次。所以这一段呢，我要想请司官长教我们一下，我们怎么收伞。好，哎，那我现在就直接来为各位介绍我们这个正常收伞的程序：前滚、左停、左路预备、跳。这时候啊，右手大拇指穿过去之后啊，就以一个倒八字的方向往套袋方向去收伞，不要让你的伞衣一直掉下去，因为你掉下去你就会一直同时在那边收伞，然后对，就来就来了。请问哥们，请问你收伞得收多久时间？快，他这样子收很快。通常这个流程大概多久要完成？大概5分钟内。五分钟内。我就要到了，注意，是好，这就是我们的示范。伞兵一降落到地点的时候，有可能敌人已经看到你降落在那边，已经在出发的路上。如果你不赶快做一个集结收伞的动作的话，你可能就原地就阵亡。所以对我们来说，收伞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谁上来？对，收拾了。哦，这真的重哦。不要让人家多走一步哦。非常好，就是这样。非常有天分啊。太急了。每个人很会打八极拳。哇，左手，不要越缩越小。不行，我看不下去了，我们重收好了。好，可是你没有往前走，你看你的套袋都被你拉出来了，而且你看，右手，打那么远。等下我们练习嘛，练习，完成了，就这样子。等下我们就尽量往前走，边走边收。懂了。好。完成了，你就这样子带着伞回来到我们集结的地方吧。是，报道。好重，好痛，好累，好辛苦。请问这个伞到底有多重？13公斤。你好强哦，学姐。海哥，这个动作很帅哦，这动作很帅哦。帅。真的伞兵啊！你还没有，你要去哪里？还没有教官报道。没走，没走。报教官。我面向这边。好，对对。报教官，动动腰，收伞完毕。你要跟教官报你场内还场外着陆啊？场内着陆。场内着陆。
不能要出场命，来弯。你怎么在睡觉？是不是？怎么会睡觉？忙死了！忙你个鸟蛋！你现在是不是眼屎？有眼屎对不对？没有啦。你没穿裤子是不是？欸我对我没有穿裤子。我刚退伍哎，陈百祥，我刚退伍就来这种的硬的。我跟你讲，全台湾已经只有你能录这个。你说我们所有的艺人谁能录这个？谁可以？我身边有两位啊。我讲小鬼真的可以。小鬼他不行啊，不行啊！来呀，等下60下直接了啦。小鬼真的体力不可能放屁啦！哎，快走，跳伞不要防伞，快走。为什么我的伞好怪哦？我是用扫帚步骤吗？没有吧，应该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缠在一起啊？我要把它做好。我要把它做好，我决定了。咦！豆豆！大少教官，动动身，场内着陆，人安物安。好。我找到了。王教官，动动腰，人安物安。你的副伞呢？不可能，对，对不起。你晓得。不能这边。先回去把动作做确实，再过来。报教官，场内着陆，人安物安，动动腰报道。好，谢教官。太重了，要被13公斤哎，然后走那么久，哎，太辛苦了。这是什么房间？这里啊，靠这里。对呀，对呀。辛苦了。动动两报道，场内着陆，人安物安。放错位置。对。好，回去吧。走。走。时间5分钟，只是一个参考，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做正确。是是。这个成绩，我先跳完高塔再说吧。起来。好，起来。好，我们往下一站移动。是是。我觉得真的有点难过。那个教官太照顾我，他把我教得很好。为了不想让他丢脸，所以我在扣扣子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怎么会这么的不整齐。但是其实我已经收好了，然后步骤我也都记得，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办法这么整。虽然说是拍节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荣誉心跟那种……那反正还有一个最后一项的测验，我就要更专心。更专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好，陈班长，应该是要到最后的测验的阶段了。是的，对不对？这一站的话，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陈首席士官长再为各位做一个仔细的讲解。好，班长好，班长好。在这里就是要测试各位的胆量。是，它等于就是飞机的模拟。是的，是。所以在这里。先让各位体验的是国产到门口是接着就是教官一个字跳就跳出去就对了没错不能跳是我自己这样跳由你自己来没有人后面没有人在拉了都没有了没有都没有了就看你出去就放你好帅
二师班长，那有人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吗？没问题。会不会看完之后更不敢？不，看一下嘛，因为感觉是蛮好玩的。那我们就请上面教官准备喽。我要模拟那个金门了。怎么可能？我就问你，很好玩呢。我觉得他们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安全感，我觉得我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们新人，不是我跟你讲，你想想看，如果你去跳成功了，是，我在这边鼓掌，然后杨哥上去成功了，鼓掌，是，我就寂寞了，对，我就上不去了嘛。懂了，所以才哥先跳，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了啦。你第一个，你第一个，我们在下面帮你拍手，还是才哥我们先上去看一下。我跟你讲，如果我不能完成这个，我实在有点遗憾。是，我先上去看一下。好，先上去看一下。靠腰！上所以你会很怕掉下去，但是你如果在超过一定的高度上，那个恐惧感跟这个感觉是一，其实就是一样。对，真的这样。我跳过五次，因为像一些高空攀跳，一些都是抓五楼，五楼就是太高就不怕，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临界点。五楼就是人类恐惧的甜蜜点，对不对？看，我讲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这高度真的会有点害怕，会最可怕。嗯，天哪！不可能第一天就跳的嘛，心理素质不行嘛，连这里都模拟的跟机舱一样。对，我先看一下。天哪！你爬到这个高度爬是可以，天哪！下去真的不行。哎，台哥，你跳下来跟我说，我听不到你声音。听到了吗？听什么？你老木嘞？你说啥？啊！您帮我拉着，我先练习一下。我要不先帮你拉着，这样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机舱门这个不行呐，我跟你说低一点呐。学长，你再检查一下，再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你觉得台哥真的？我觉得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因为台哥至少还要再半小时。有没有人在上面拖这么久的啦？哎，有。真的有，有，然后你这样都不骂人，可是台哥你快要破纪录，对你快要破纪录了。你第一次就跳出去了，是，听到跳了口令就跳出去了，真好大力，真的，真正有压力啊！你们都是第一次就跳出去了，当然，没有在犹豫的，不犹豫，犹豫就会有脚印，对，被踹，不要踹我，我害怕，真害怕。教官也做得快不耐烦，董事长这样已经评了大概50个学员了。哎呀啊！报几号？动动腰，跳，好，对，哎，一秒钟，报负三，一秒钟，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开始检查，左右，准备着陆，准备着陆。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哎，这值得敬佩。这个会，台哥嫁给他，嫁了，太帅，直接就这样就嫁了，很帅哎。哦，全部的网友都跪下来，全部的酸民都不见了。真的因为太让人家尊敬了，就是你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泰哥真的很帅，我刚刚真的没有想到你就是毫不犹豫的直接跳下来。我跟你讲，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刚刚说你刚刚的行为真的会想要嫁，真的很帅。我真的，我真的很帅了，我不客气了啦。既然这样，因为我住的房号是等一下钥匙直接给了啦。4024啊，那好像是你房间。喂，你现在也会来这套是？好了，直接跳了啦。别跳了，加油。那我们到这边。好，就这样。哎，台哥刚刚真的很勇敢嘞。先看一下，好啊好啊，先看一下，先不要跳。好。
放十二号。动动三五杨零。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做一个面。是不是什么都讲不出来？准备我跟你讲，真的什么都讲不出来。怎么办？我第一次失败了。央厉害厉害，央厉害，真的厉害。没有，可是上去真的会，我怎么一二三四，然后我就忘记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对，会，会完全忘记。所以那是要一个反射动作。对，所以他难怪他们要很扎实的训练，就是要让你就是没办法思考的时候，你也有办法做出这些动作。对，报告，换我了。换你的这是，报告就啊是。今天最有可能执行完成的男人是。报告，动动两报道。好，请坐。我现在不能开玩笑，因为我要很完整的把教官教我的尽量的做到。我希望。哇！我第二个。好美哦！是不是夕阳很美？爆跳！动动跳！跳！跳！直接跳吗？是。跳！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三、四、一、四、走，准备，走，强到炸！哇，第二个，帅，很厉害，他竟然有办法全部实力做出来哎！铁真实吗？真的，他太适合当兵了啦！我跟你讲，他不当兵真的是国家的损失，铁嚣张了啦，好不好？嚣张了，铁的，啊！有没有资格哈？刚刚的动作里面是跳出来的夹紧，差一点，对不起，夹紧，夹紧没夹紧。那三个人比较一下，如果真的一定要分一二三名哦，嗯，台哥这你就别问了，台哥，别问。我冲着你这句话，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再跳一次了啦！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好，要不要再来？我们就三个人上去。一起上去，然后就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平衡。你看这个太屌，谁想出来的？黑的。向左转，回转，切莫转。真的吗？海哥真的吗？海哥愿意。报警号，动动幺。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开始检查台，好，终于知道，开始开，展开，好，准备，我往前，一二，跳跳。动动娘，跳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伞，注意四周，准备着陆，准备动，一二，跳起跳，动动三，跳。紧张吗？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很怕能够上飞机。上日飞机是个荣耀，怎么说？我零散，我零，有没有零散？是。经过这一天的训练，啊，及啊各站的教官的严格的考核之下，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公布这个成绩了。好，那我们先从这个三号，是。好来，机身合格。第一个合格。摆动。摆动。哎，摆动着陆。摆动分有点难。哎，不简单嘞，合格。哎。有点惊讶，吊架训练的部分。好，我记得这个做了，好像最后。
也是合格。几项呢？再算一下，几项？有六项哦。四项。跳打训练，也是合格的。合格？真的假的？四个了。收伞训练的部分。收伞。你是第一个收伞的，对不对？对，是。厉害，也是合格。天哪，你这个，我根本真的紧张了哦，紧张了哦。最后一个，我没了。剩下最后一项了。最后一个。哪个科目你知道吗？知道。哪个？机身。直接从五楼跳下来的。哎，那就是跳台。再剩一个，叫做跳台侧滚训练部分，不合格。因为你的动作没有做好，所以就要把你记下来，真是可惜。可惜，最后一个不行。动动梁，哟，好来，不简单了，跳台侧滚，合格。机身训练，合格。快了，快了，两项喽。摆动着陆，合格。哎呦，跳架训练，也是不错哦，还是合格。跳塔训练，跳得不错，记得最清楚，对不对？当然呢，一定就是合格的部分。剩下什么？剩下一个收伞的部分。收伞部分，你是最一个的嘛？对，没错。那超时了嘛？是。基本上，教官就说你是不合格。又差那么一个。差一点。动动腰。收伞训练，合格。徐教官，我不合格，你合格，这最重要。你们真的是很奇怪。我跟你讲，不是说你们跳下来以后，我就去收伞。你是后勤，对，对不对？你是跳下来，我们从前面，然后就来，把这伞来，埋起来，这样。是那种，人家是五项合格，我们的动动又是五项不合格。这我觉得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确就是这样。我收伞真的收得很快，真的收得很快。怎么会这样？基本上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各位去做一个上飞机的这个动作。是，没关系，为了让你各位体验一下我们这伞兵的心，是。明天我们就全程参与我们整个伞兵学院的一个整个流程特例，让你各位去体验一下这个过程。好，可以吗？徐教官，不会，应该的。去，因为谢谢各位了，徐教官，谢谢教官。我们训练了一天哦，他们至少要训练两个礼拜，对，才会做评审。他们竟然你可以有五项合格，台哥你竟然还可以有一项合格，我居然收伞收得好啊，我自己都吓一跳。台哥你真的太适合，太适合收伞，地勤部队，真的，我跟你讲。但是我们还不能讲说今天我们伞兵的算是成功，不行，我们有明天还要再去看一下我们伞兵弟兄们真正的跳伞，没错。那明天 ，Yes， 进。听到这个引擎声了没有？啊，是我们的C13洞，已经要来到我们的机场。是，所长走。是，我走。好，我们的伞兵弟兄们，等一下就要从天而降。是的，天降神兵了。是，经过昨天的一整天的训练之后，我们现在来到就是我们伞兵要登记的位置。那现在弟兄都要做完所谓的驾伞的程序，以及现在教官在做体温的量测。是，体温量测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地面的复习，是，确定他这个动作上的熟练度。跳伞跟实际状况过来的时候，就看你们三位如何选择。就是说你在这边是飞机要往上飞的嘛？是，对。因为还有一个降落的地点。对，是，这个大概最少要40分钟。所以是飞机要从这里起飞到那边的，6分钟而已。要兵分两路。一定要兵分两路。那怎么办？鼓舞士气来讲啊。对。我认为把女兵留在这里。你放心吗？我太放心。你确定？而且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士官长，如果泱泱在这边。是不是对我们鼓舞士气方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一定会的，是不是？谢谢台哥。等一下，整个每个都钢铁人这样飞出来，是不是？是。所以等一下呢，希望你在这边鼓励我们的这些天降神兵们呢，非常顺利平安的完成今天的跳伞任务，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加油了。这个神圣任务就交给你了。好的，好不好？交给我。可以的话，也可以跟每一个士官兵。同志们，热情的拥抱，对，加油打气一下，士兵，加油加油！加油吗？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比较。
那这样子我们就平分两路了。是。好，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往潮州。对。那你能赶过来就赶过来了。好的，好不好？没问题。希望今天的伞兵跳伞的任务胜利成功。接到 ，yes。这是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女神龙了。没错，昨天呢也她也有教导泱泱，是相当的了不起、杰出的一位女性。你怎么会去选伞兵这个职业？因缘机会。因缘机会。对，跟同学一起考进来，离家比较近。离家近，怎么有 Seven Eleven 跟那个全家便利？对呀、啊，离家近也是一种荣耀啊，真的荣耀，对不对？真的荣耀。请问一下，今天大概会有几名学员从天上掉下来？今天大概有42，从天上掉下来，42元，空降下来，空降，空降嘛，讲的什么话？跳出来。哎、欸，我跟你说，这是我昨天就 po 了一张我们在那个神农那边的那个照片，超多神农跟超多伞兵就是私讯我 ，IG po 的，哎、欸，他们说可以 po， 为什么我都没 po？ 哎、欸，因为我 po 我跟你，大家都知道我们来。拍一日伞兵，所以我要有一个伏笔。不是不是，就是不能让他们知道。也不是什么鸟笔。不行，台哥真的是抛出去。台哥骗他 IG 人数，你把他破掉，他就没什么。对啊。哎、欸，台哥，我跟你讲，我只抛我自己而已。好，我先跟你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IG 的那个文字都这么长，因为他们觉得当伞兵真的很累，还有飞机上的那些照片都超屌。那我这边就挂了，你为什么？没有，他只是私讯给我。哎、欸，为什么听到飞机的声音呢？哦，来来，哎、欸，真的哎、欸，啊，没看到那边呢、啊，真的有业务哎、欸。
这位弟兄实在太强了，太厉害了，了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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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跳不要米，你是哇！哎，我讲木料米就是不一样，他是跳进场是最接近核心的，对，看到没有？木料米就是这么厉害，而且他笑得这么开心，真的是，这是您第一次。所以你这个跟央吉长这件事情来讲，对于你跳伞是很大的鼓励，是不是？太棒了！所以温温跟央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木料都喜欢。哦，可以可以。你知道昆达吧？昆达跟 Kid 的部分。言下之意就是比较喜欢昆达咯。要恭喜 Kid 哥退伍。这还真的有在关注，真的是木曜粉，真的是木曜粉。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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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预计什么时候播出？太好笑了，我是木曜粉，很可爱，很可爱。我跟你讲 ，C 的啦，可以了吧？这就是 C 的啦，偏偏就一个木曜粉就直接塞在中间了。这个记录很难破啦。对啦，不会有木曜粉在那边。对，然后就这样 ，C 的吧，应该是 C 的吧？应该 C 的吧？对啊，就这样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现在你跟广大的粉丝讲你是木曜粉，然后说这一段是 C 的，你讲。我是木曜粉，那不是 C 的。不是 C 的，哎呦，不是 C 的，是真的。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辛苦，好不好？拜拜，拜拜。他是你带出来的吗？哦，他是认识的哦。我以为该突然去查他，今天很萝卜。对，你回去就知道。我觉得回去很惨嘞，有点惨。教官刚刚都是很客气，今天很活泼，就是 OK。今天很活泼，而且刚不止一个教官，刚连续有两个教官跟他讲话。然后先跳四个定点，他们有带双管烟幕，红色跟黄色。哇，真的假的？好屌。对，所以有看到烟幕拉出来。没有了，应该是风向不行。没有，刚刚上去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们。那就不行，危险。毕竟神龙小组他们是高空跳伞，是如果跳下来看不到这个地面的话，会很危险。OK， 但是没有关系啊。刚刚我们动两两多厉害，对不对？我跟你讲，动两两整个冲下来，综艺神，综艺之神。他直接说他已经想到说等一下应该会取消，所以他直接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木曜粉，木曜粉在这里。然后他说，不是这种，不是这种，谢谢这个综艺之神，好不好？你们的那个袋子没问题吗？OK， 那就这样了 ，OK 了。今天的跳伞呢，我们的所有的伞兵的袍泽们呢。都是表现得相当的优异，没错，好不好？每个人都平安着陆，好不好？也谢谢他们各级长官的训练，好，好不好？谢谢啊，就这样，谢谢，OK， 可以了 ，Yes。啊，第一次上这种军用的卡车，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而且这么近距离，这次错过了，没机会啊。对啊，期待。我们只能看那个跟就是粉丝们一样，就看那个画面。啊！以前的位置，这边是那个教官在坐的。哦，这是算最好的位置吗？对，他要保护那些学员。哦，这是掉下去，这是危险的位置吗？对，这些是我从来没坐过的。哦，但有扣环，现在是安全的。准备出发，待会桥洞见。啊，你刚刚这样对不对？对啊，我刚讲。你知道刚刚有一个人跳下来，刚好跳在我们旁边，然后就说我是木曜粉。我刚刚跟人家这样，好可爱哦。他们很强哎，有人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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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一排。好帅。我觉得好荣耀哦。哈，起来，先去找台科。好，水官，官员见习到。是。欢迎你们这两天来参加我们的课程，谢谢，谢谢。相信这两天的课程对你们一定有很多的回应。我们还有进阶的伞训，还有进阶是？是。鲍嘴官，目前收伞的部分比较强项，是是。是不是就跟着叫清洁连去算？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问题。看到你们昨天那么认真的上课精神，是，我也相信你们下次进阶的训练课程一定能够成功。谢谢，对对对，来了，谢谢，对对对，谢谢，我中间有一些小礼物是要送给台哥，这是我们的一个哇，
超想要这帽子的，好好看，这帽子太屌了。旁边是我们的那个经纬度是位置，然后后面是我们伞兵的标志，哇塞，我们的纪念伞徽，哎呦，这纪念伞，对，我们荣誉纪念伞徽，看到没有？这个谢谢，我们现在可以就戴上了，没有问题，真的吗？没有问题，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哎呦，真的太像管理员了。不要这样子。OK， 好，每人都有。谢谢，谢谢你们，谢谢，那还是一样，谢谢你们，哦，给我们加入，谢谢你们。最后想问一下，这个指挥官，这个灰是不是就是放在这边，然后？要这样子，像挖冰这样子，现在年代不同，我们都是用别的，用别的。是的，我们要回复上回复年代，好不好？好不好？做那个 ending 啊，做 ending 是吧？有一点，可以这样讲吗？指挥官觉得我们今天算是成功，地面训练非常的完整，地面训练成功，非常的好。一日伞兵，站在这边，一日伞兵地面训练，开始，开始，你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一车啊，真的是基本训练，一日伞兵基本训练成功。因为88风灾，所以我加入一个志工团。有一位同事，他就是伞兵退伍。我们在救灾过程中，他也跟我聊到很多伞兵的故事。后来的军旅，我就直接选择了伞兵。那当初在训训中心的时候，都在推广这个所谓的志愿役士官。那奇怪，有一栏的栏位没有人去签，叫做空降士官班。一签下去之后，我们的连上干部都在击掌欢呼。进来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来这边要受这个所谓的伞训。不是被骗进，不是，完全就不是，就是完全就是想要跟人家走不一样的路，就发现到还真的不太一样。别人不敢做，然后我有勇气去挑战这个部队。雨伞张开后，那个安静，那个心放自由的感觉，是你体会过一遍，你就会喜欢上。听过教官他们说他们的经验，就是叠伞啊，然后可能伞绳是缠绕到，然后绕到脖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做接近要完成队形，因为很急着想要把这个动作做好。我的伞包覆到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产生很大的旋转，伞就有点失控。扭转完回来，我们在检查伞翼的时候，发现我有一根伞绳已经接近烧断。因为当时的风太大，我没有办法进目标区，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不足，所以我选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区域着陆。那时候造成我左大腿跟上唇的撕裂伤，就是我遇到最危险的一次。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并不是女生就不能参加。那我觉得更努力的地方应该是体能上的不足，我觉得我应该会再更加强我的体能，我的体能能够跟得上大家，希望我的意志力能够撑得住，不要很多事情遇到困难了，或者是觉得过不去了我就退缩。Cannot see. I would cross the sky forever. It's only just begun. I know you will agree. Things to make us all feel better. What I may have, what I may own, I give it all. Like a desert in the sun.My heart ain't heavy, it ain't heavy. Like a desert in the sun.